们就这边讲。今天我们玩面包超人射击玩具，射击玩具，哇，我好厉害，神枪锅在此。其实那个魔力大哥也非常厉害，是不是？对，要不然我们找来魔力大哥，我们一起玩怎么样？好啊，好啊。大哥来了，那么现在我要给你们看一下这个面包超人怎么打细菌小子啊。那么开关打开以后，我要去射击。哎，拿下来，好难哦。他有对准的一个地方。想要打倒真的不容易。对，所以我们现在这样。每个人30秒，对，然后看在这30秒之内，谁打倒这个细菌小的次数多，就胜利了。这样我们就可以哦。然后我们有奖品吗？奖品。奖品呢还是惩罚呀？杨导现在没有告诉我，他说玩完以后告诉我们。所以呢，我们就要看那个谁打倒的次数多，然后我们分出1、2、3、4名，怎么样？好啊，从魔力大哥这边开始吧，怎么样？好，先来吧。我先来。那么你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那我们小编姐姐喊开始以后，那么你就要记住啊，30秒啊，34秒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那我这边要开始了。小编姐姐喊吧。3、2、1，开始。开始。1、2。现在开始吗？已经开始了。Go！知道了，你输步。来，我说，一二三，1、2、3，开始。哇！你要输步，你就可以赢掉了。哎呦，我刚刚输步，我这回真的输步。输步。来，1、2、3，哟！第一名是真真，第二名是魔力大哥。
那这样我们两个，我们俩转过去。石头剪刀布，哦，布。石头剪刀布，哦，布。石头剪刀布，哦，我是第一名。我是第三名，姑姑是第四名。这样吧，那我们就来问问，一会儿问问杨导，我们有什么奖品还是？这是我的奖品吗？我喜欢喝这个。你们不要想那么好了。杨导说这个不是奖品，这个是惩罚，这个是为郭郭准备的惩罚。人人为什么？都给我吧，来吧。你们听我说，要由第一名真真把这个所有的饮料都混合在一个碗里，混合特别满。那是什么味道？然后呢？其实呢，这一碗呢都要给第四名。可是杨导说我们要玩一个义气游戏，前三名可以按顺序去帮助第四名去分担一些，至于分担多少，那么就由我们来决定，可以是一点点，也可以是一大口，对不对？那么呢，剩下的都要由郭郭去喝了，全部喝了，太多了。如果我们都喝了的话，郭郭就没有了，是不是？对。那么这样吧，真真你来倒吧。好。好了，现在真真已经准备好了，那我们现在把这个整理一下，然后我们开始喝吧。现在第一名真真先帮郭郭进行分担，郭郭的表情好像有点不太好哎。那真真你来吧。拜托了，你可以要看我和郭郭姐姐的义气了，是吗？对呀、啊，友谊的小船、啊、说翻就翻。不要翻，不要翻，我都不敢喝了。来吧，真真，由你先来，因为你是第一名，说不定很好喝呢，因为好多。对。不，你就喝那么一点，你和他的友谊已经翻了。有一个小船真的翻了，那个管，那个管，小心点。对，好奇怪，我武力大哥喝了一大口，可是我渴了，郭郭，我帮你都喝点好不好？就这么努力，姐姐，我渴了，努力姐姐，拜托你了。大哥，你不是说你也渴了吗？你是喝不了那么多的。哦哦。真朋友，这个时候真的显现出了真朋友。好喝吗？好喝，真的很好喝呀。哎，这这这不有点气儿吗？不是，那都是气儿。哇哇！辛苦了。辛苦了，我就帮到，我就帮到你这儿吧。我以为你要喝这么多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拿管呢还是拿碗呢？我先拿管尝尝。它有气儿，其实拿管喝有点不太容易，其实，这味道还不错，你感觉味道怎么样？味道可能就那回事儿。但是我觉得我可以抱碗喝。哦，不过你可以不要勉强，你可以稍微喝一点以后你就放下来就好。可以了，姑姑，可以了，这个不要喝，这个不是惩罚，这个不是惩罚，这真他真的是哦，太棒了。其实还行，对，我感觉我们其实味道还不错呀。我也不喜欢。是吗？其实还可以，这个留着等一下我吃完饭喝可以吗？我看到你还很喜欢喝，那好的，给你留着吧。那我们今天这个面包超人打奇迹小子那个游戏呢也非常好玩，这个义气游戏呢也挺好玩的，其实我们都很有义气的啊。对对，那我们今天就玩到这里吧，一定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新魔力玩具学校。Hello， 大家记得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新魔力玩具学校的官方微博。那我们下次见吧，拜拜。